那接着讲一下示波器的位置。那接着讲一下示波器的位置。那 Feel World 跟神牛这两款呢，它的示波器位置是固定的，所以就是都是在靠右边，然后跟下面这样子，没有办法调整它的位置啊，或者是大小之类的。